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，4月12号，瑞芳转了9:53，从8月4、2月23日，瑞芳方舟就上线了，加油人8385小时全了，也就2021次哦。欢迎方舟就没有用啊，树林的第二2800行就要变成之前啊，拜拜。也谢谢各位看2021次在瑞芳，瑞芳南平啊，阿罗全平的满站，多多丢不大丢不大，见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瑞芳南平拍照，2月30日瑞芳发车，就三个加一的用8385小时了，就这样，再见。